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清洗的这个农村的一个旧物件，风车，可能很多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用过啊。看上面的好多灰尘，用高压水枪给它来个痛快啊。我们看一下冲洗过的效果啊，这个和这个，你看两个对比一下啊，还是挺不错的啊，挺干净的啊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啊。还有这么多要清洗，这是一个大工程，我们慢慢来，享受这个过程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刚刚冲洗的一面啊，看一下，冲洗过后还是这个挺干净的，挺舒服的啊。那个木纹的圆纹全部露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对比一下背面啊，看一下，看没有？这对比马上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一面冲洗的，有没有强迫症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？做的嘴里的东西啊，可以啊，这效果。啊，多久这么？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清洗好的效果，焕然一新啊！这个风车已经清洗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